咋了，红强？快来，二嫂，你先跟二哥，我们先拉拉拉拉啊。红强咋了？啊，哎，红强肚子疼，没事。咱喝点热水。啊，好好好。那咱们回公房吧。不了。啊，你别命了。我要回家。你疯了，你红强。啊，你这样子，你先回家。这回家要一个多小时呢，这路上要啥没啥，你万一出了危险咋办呢？啊，嫂，我要回家。哎呀，你别命了。啊，快点，快听嫂子的话。嫂，我不能把我身在公布，你让我的脸面不要丢人。你的命要紧，你的娃要紧，那脸面是他娘的脚后跟，你听嫂子的。走，走，走，走！哎，扔点！哎，快，快，快！忍着点，忍着点！哎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给你铺床。三联的刘翠花啊，给送了半袋奶粉，我正给娃喂着呢。那大姑娘真有本事嘛！走走走，咱们进去看，看吧。程丽，你们干啥？哎，你们千万不能走，咱们都是一个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有事儿多担待。那可是他的回去，我们没招，要回去。哥，快回去，杏花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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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怎么住啊？这怎么住啊？啊，还没嫁人呢，把娃都给人生出来了。你们存心要是逼红桥出去，多丢人呢！啊，要不就想逼红桥死呢，是不是？逼他干嘛？我们自己出去不就行？干啥？嫂子，别争了，我走，我走。
红桥，你干啥你？你疯了你？啊？你是不是想让娃活了？快回去，快回到你床上去，啊！快回去。不就是生个娃吗？啊？有啥大惊小怪的？在这儿的，哪个不是女人？是女人都得生娃。你没生过娃？你没生过娃？对，你是没生过娃。你没生娃，你早晚要生娃的。红桥没结婚就生娃，有啥了不起的？碍你们啥事儿了？看把你们羞的！平常你们好的都跟亲姐妹一样，这关键时刻你们就捅刀子，你们这干的还是人事儿吗？你们拍拍良心，好好想想吧。你们要是把红桥推出这个门，这可就是两条人命啊！你们就忍心造这个孽？现在大家说吧，咋办？是让红桥走呢，还是留？让红桥留下来吧。留下吧，孩子那么小啊，就是风大还外边风大，身体要紧。那就让他留下吧，不要走，咱们不找连招了。连累大家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，你干啥呀你红桥啊，大家都让你留下了，快快上床，快走，大家让你留下了，快，身体要紧，好，身体快。红桥这事儿啊，它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啊，是看这娃是谁。如果这个娃是周建建的，那就属于未婚先孕。红桥还小，啊，教育教育就来。如果是王百成的娃，这就是奸污妇女。奸污妇女，那就是坏分子。哎，那给他戴个坏分子的帽子，那不大不小正合适。哦。红桥，刚才我听见叶红林跟你说到娃的事儿了。咋说呀？他说这个娃要是周建建的娃，就按未婚先孕，批评教育处理；要是汪百成的娃，就按奸污妇女对待，还要给汪百成戴上坏分子的帽子呢。啥事啊？还这么神秘？有个事我跟你说一下。嗯。红桥在工地，出点事儿。嗯。红桥他在工地，不是？哎，胡妈。杜山，杜山去，再把赵二叫过来。啊，好，差点扔着我，差点，差点。赵二，赵二，杜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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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掐，掐在人中间，掐一下。杜南，让咱们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杜南，走走走。你们听着，
要是周家的娃，让他们上去接人。嫁妆，过两天我派人给他送上去，就算是把他打发了。要是汪家的人，不许他们认，让那个野货抱着野种给我滚得远远的，一辈子不许见我。